家早安，早安。Hello， 大家早安。今天乒乓球，朱里欧 ，Hello， 早安。福福猫你好，羊圈里的鹿你好，早上好。今天提早开播了，因为晚点有工作，所以早点开好了。对。八月午安，玉安安，嗨喽包子。1247哦，午安，谢谢朱丽叶的浪漫银河，早安哦。好像在别我的裙子，太大了。还是这首歌，因为切换太喜欢了。是很像叠加布，就是昨天好像听过。昨天，因为他太喜欢这首歌，一直放。哪件裙子？这件，那时候去台南的时候的那件。对，因为我裙子太大了，需要别起来，待会出门工作要穿。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会别裙子了，全部撑到了吧。等我一下，我再别裙子。结果现在真的越来越会别了。今天还是烟肠路，没有，今天是建国路。哎呦！喂，你要听别的吗？是，没关系哦，你听。又再一次啊！一直放，一直放。哎，我是不是没别好？谢谢冰澈泉的浪漫樱花，谢谢。居然提早，对，因为晚点要工作，怕来不及，所以早一点开。Hello， 博文阿华午安，博云午安，吐司吐司午安，谢谢阿元的预饭团，谢谢阿华的幸运事业草。我真的这几天超忙的，而且我今天十点多就起床洗衣服了，因为今天太多事要做了。谢谢 ，Hello， 志宏，午安。别打伤我，清水垃圾，知道你喜欢自由，不会去管你太多，就算你说想的有多。柯基鱼你好，玉午安。别错了，这样子。柯基鱼午安，我现在在别裙子，对，我在别裙子，因为我待会出门要穿，想说太大了，把它别小一点一点。嗯，
这件是之前阿贝桑送给我的裙子。嘿，谢谢吉米州的紫蒲守护灵。用上次说的别针方法，对。哎，我在流汗，要开个冷气吗？为什么啊？我不知道，我每次直播都好热哦。太激动。对，我在用上次的别针方法。旁边的 BGM， 就是如果你裙子，哎，你露出来了耶。啊，哪个肉？那个身影跑出来。我帮你挡啊。就是如果你们裙子或裤子太大，就可以用这种别法，横的。游民是在哪里看到那个 CP 表？杨雄问，版主问，是 DC 吗？不是那个 D car。D car。D car 吧。D car。他在 D car 看到的。其实我平常不点 D car， 刚好点到而已。谢谢雨落的浪漫玫瑰。有了，是不是不明显？这样就可以把它这样别小。你看我别了这么大一截，对，这样穿的话就看不出来吧。谢谢志宏的大头虾，谢谢。谢谢季风亮的御饭团，谢谢博尔的掌声鼓励，谢谢欢迎战胜浪的心，谢谢 Darken 的偷偷喜欢你。你看是不是看不出来？我觉得这方法很好用，这样穿也看不出来，就是搂在背后的话不会很明显。我现在都这样叠我的太大的裙子。谢谢博尔的御饭团，谢谢。是大龙鞋，这样应该穿得进去吧？可以，是之前阿贝桑送我的裙子，衣服长白一点也真的做。我今天应该上面会搭个那个衬衫，这件。会，待会有工作要开个会什么的。一样美美的，今天应该会穿这件衬衫，然后配这件裙子，衣服长摆一点也可以。背景音乐是建国路，都是你啦，太爱听了。对，待会应该会穿这样出门。谢谢志宏的御饭团，还说我们有幸可以看得到吗？穿这么可爱去开会？对呀、啊，要开会的话要漂亮一点，没办法认真讨论吗？谢谢李真的找亮点，谢谢李真。现在听这首，脑中都会浮出八八八。你可以自己扒。我自己扒。今天终于轮到我开台，我可以正大光明的扒。对啊。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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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扒。我可以，终于是我的part了。谢谢一晨的掌声鼓励。昨晚品涵睡觉有被吵吗？没有，但是我昨天就脑中一直浮现这首歌，他今天早上起床又是这首歌。芭蕾一耶一耶，午安林言，该组阿卡贝拉团。对啊，我也觉得我们很适合组阿卡贝拉。被洗脑还是你也晕船了？这
首歌是真的蛮好听的啦。没看到那个跟不上，没关系，可以去补昨天栗子的档，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昨天听完，现在脑海都是，哎，你成功洗脑大家。我的餐来了没呀、啊？要吃午饭了。我等一下会一边吃意大利面一边播哟，因为我还没起床，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今天原本想吃上次那间直播吃的，我们很喜欢的那间意大利面，结果它没有开，所以我就订了别间的意大利面。好像送到了哎、欸。可以去拿了，感谢，好饿哦！意大利面我也爱，我也很爱吃。有时候我想不到吃什么，我就会吃意大利面。白酒蛤蜊来吗？你怎么知道我也是点白酒蛤蜊？我真的意大利面超爱吃白酒蛤蜊的，香蒜白酒蛤蜊。对，因为我。其实我没有那么爱吃一般奶油或是肉酱的意大利面，除非它有焗烤，因为我很喜欢焗烤，除非它是焗烤的，我就会特别去点。但如果它没有焗烤，就只是一般的肉酱，就会比较少点。我会比较常点香蒜啊，然后辣椒、香蒜炒蛤蜊之类的。对，我比较喜欢清炒的意大利面。所以我猜对了，阿华，我今天也是点白酒蛤蜊，因为我很喜欢吃蒜，虽然它味道很重，可是我觉得蒜的那个味道很好吃，所以我是一个很喜欢吃蒜头的人，就是可以挡住了，就是不管牛排呀、啊，或者是什么夜市的那种香肠之类，我一定要配蒜头，不知道蒜头配什么都很成功吗？然后。炒菜的话也是加蒜头就会很好吃，超爱吃蒜头。这个很多挡法，我是不是超台式的，很爱吃蒜头，超台式。而且我觉得蒜头就是中式的餐，炒青菜也很适合，什么热炒也很适合。然后西式的像意大利面加蒜头，或是那种牛排，不是会有那种油煎蒜头吗？也很好吃。所以我觉得蒜头是一个很厉害的调味料，就是西式、中式什么样的口味都可以驾驭。香蒜很棒，谢谢博维的厉害。终于跟到品涵直播 ，Hello， 天生唯爱你好，谢谢红包，不客气。如果你想早点送达，不要在12点点餐，外送员有可能有其他餐。有啊，我刚刚11点多的时候点的，我在晾衣服的时候点的。而且我今天晾衣服发现那个阳台有一只很可怕的虫，中式要撒葱花吧？葱花我也喜欢，我以前超不喜欢吃葱的，但最近蛮喜欢的。谢谢合影的浪漫樱花，谢谢落日一笑笑的浪漫玫瑰。午安，用户名过来是空白。蟑螂来、啊、不是，我原本以为是蟑螂，然后后来请切换帮我看，就后来发现好像不是蟑螂。我原本以为是蟑螂，我觉得很可怕，就是这么大只，然后感觉有翅膀，不知道什么虫。后来切换去看，好像不是蟑螂，就是一个奇怪的虫。会不会是蜜蜂？可是好像又不是蜜蜂，反正就是一个会飞的啊，还是那叫什么春象吗？春象之类的东西吗？对，我不知道，但长得很可怕，有点像大只的蚂蚁这么大，有点像大，就是像大只蚂蚁嘛，但是有翅膀，那这么大，身上没有白点，就是黑色的，
后来就把它弄走了。我对于昆虫真的不行耶，超怕。对，这么大只有翅膀，我真的很怕会飞的昆虫。就不会飞的话，你还可以预测它大概会去哪，但是会飞的话，你惊动它，你不知道它会飞到哪里去，很可怕耶。但应该不是蜜蜂啦，可是看起来又有点像什么蜜蜂，但是又没有那个条纹的感觉。90%是天牛，真的。我来 Google 一下天牛长什么样子。天牛是天牛吗？可是它没有白点啊。天牛，看一下是不是天牛？哎呦，好恶心哦！我 Google 看一看，突然觉得好恶心。不是哎，我觉得不是天牛。我觉得不是天牛，长得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它是有点那种，就是中间比较瘦一点，然后前面有一个头，就是有点像放大版的蚂蚁，好难解释哦。还是春象吗？我查查看，春象不是天牛，长得不一样。好像也不是春象哎，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也不是春象。嗨，请进。我在跟大家聊，我刚刚阳台看到那只虫，你觉得那只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超大的。超大的，它不会是蜜蜂啊？我觉得它前那个头跟那个身体有点像蜜蜂哎，我查一下蜜蜂。怎么还是这一首啊？可是它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有条纹的蜜蜂，身体就是全黑色，对不对？全黑色的，好像不是蜜蜂，到底是虫？还是我画给大家看？我画给大家看，不是因为我真的太 shock 了，我真的太 shock 了，我很害怕，我画给你们看。是不是？我有没有盯大概200次啊？它长得有点，我画一下啊、哦，会飞会飞对吧？嗯，细腰蜂有可能哎，就是它长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啊，我画画很烂，我怕大家看不出是什么。等下我。我画的太烂了吧？等一下，我没看过画这么烂的，完全不像我们完全不像刚刚看到。对，等一下，我发现问题了，我画出来完全不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抱歉抱歉，我重新一下。头尖尖的这样子吗？对，然后这个这样子。哎呦，不太像哎，我画画太烂了，画的有点不像。啊，我知道问题了，这边应该画尖一点。午安啊，乌鱼。大概长这样子，有懂吗？是不是不太像？反正它就是它不是那种圆胖的那一种，大家要打问号。它就是有一个头，然后中间很瘦，对不对？它头跟那个身体的连接中间这边很瘦，然后什么生物学家可以看出？然后这样这边胖胖的，肚子这边又胖胖，然后最后又尖尖的，对，什么东西啊？然后翅膀这样，他们说是海龟。我怕我家阳台看到海龟，是不是抽象派？哦，有人说是不是细腰蜂？我来看一下，细腰蜂。他是什么生物学家？也太强了吧！细腰蜂。感觉不一样。
可是翅膀有点不太像蜜蜂的翅膀，还是什么蚂蚁类的？对，会不会？我现在想到就觉得很痒。我不要，好像又不是蜜蜂哎，胡蜂、蜜蜂、蓝羽，超多昆虫我都没看过的。红脚泥狐、赤目，不知道，就是一个未知生物。下次圣诞贴就画这个吧，看看飞蚁吗？飞蚁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吗？它很大只哎，还是只比较胖？胖飞蚁，我看，怎么好像有点像？我看，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图片，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就它，对，就它。好像有点像这个有一点像这个，结果只是飞蚁，是飞蚁吗？不知道，但长得蛮像那个的，对吧？对，有点像这个，是不是这个？好像是，但我不想来看了。有点像这个，好像有点像飞蚁哦。有点像飞蚁，今天下雨，飞蚁会来很正常。原来是飞蚁哦，好恶心，我要关掉哦，太恶心了。结果只是飞蚁，四五月会更多整群的，因为我之前住基隆的时候，下雨天很常会看到那种飞蚁嘛，那叫什么黄蚁、飞蚁，就是小小只成群，然后会。有亮光的地方他们就会去这样的那种，可是跟那种不太一样，它更大只，然后是黑色的，对，但只有一只不太正常，所以对，我只有看到一只然后很大，那是白蚁哦，对，那是白蚁啦，搞错了。你们家阳台有经常消毒吗？没有都有很多灰尘，阳台太脏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清。一只可能是迷路的，原来如此，原来就是飞蚁。耶，我要去拆个牙套吃意大利面，大家等我一下。开心，我也想要吃一口沙拉。我可以全部跟你换吗？留言没有人留言。有啊，阿华说沙拉换面，我来了我才练一个我这一副牙套超痛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上一副戴不够久，我这一副的虎牙那边超痛，笑死。而且我跟你们分享一件我很开心的事，就是我发现我不是拔了四颗牙吗，矫正，然后我发现我那个拔牙的缺洞越来越小了，真的有变小，已经下排有快合起来了，所以下排我的牙缝有变小，耶！拔四牙，谢谢博伟的掌声鼓励，有变小吧？小一点点，恭喜！当然会变。好，我要来吃意大利面，好香哦！我的白酒蛤蜊，超香。它是不是漏出来？我有拿卫生纸给你，你就擦一下吧。对，那这个它里面有那个汁，它好像有点。那你把 iPad 往后。踢到衣服，这件衣服要洗。我原本想说直播穿一穿，直播穿一穿就还是它是水蒸气啊，好像又像水。谢谢用户名不能是空白的学长，摆很久的梗。我的这个小卡怎么不见了？等一下，在地上，吓死我了。
这个很重要，工作要用的小卡。我以为你把它当那个便当店在练。你最近也很喜欢听陈绮贞耶。本来就是陈绮贞的粉丝。谢谢樱桃妈的真情告白。没有啦，但就是真的蛮好听的。为什么三月要穿是万圣节的衣服？因为短袖啊，我就只能在夏天穿。就这几天好像变冷耶。对啊，但也不会冷到哪啦，19度还好。好香哦，这白酒。平涵说小卡，我家猫猫动了一下，它叫卡卡，怎么那么可爱啊？好可爱哦。Hello 卡卡 ，Hello 卡卡，喵。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卡卡你好，为什么跟卡卡打招呼？如果卡卡去西边的话，就是卡卡西，好笑吗？嗨，不想回应。如果卡卡是女生，就是 Lady 卡卡，他们写的。好的，好笑吗？谢谢一晨的学长，他狂动睡觉中，怎么那么可爱？他是做梦梦到有人叫他，然后他就在动，好可爱哦。Hello 卡卡，我的意大利面，突然觉得温度又下降，所以这几天台南啊、高雄会热吗？还是是冷？好奇南部的天气，真的超可爱。该找外套穿，我还想说要把那个冬天的衣服收起来了。新闻说你礼拜四开始气温会下降，昨天下，对，我感觉今天天气有点阴，为什么我一直反光啊？太亮了吗？哦，这样好一点。我好喜欢这首。品涵吃得完整碗吗？可以耶，我吃得完。你看我要一路撑到晚上，要不要搅一下？哦，我的汁都在上面，好。现在天气就日夜温差不会这么大，但我觉得我现在完全是可以穿短袖出门的天气，因为我很怕热，所以我完全可以穿短袖。这碗撑到晚上感觉很足够，但我觉得今天这间味道比较淡一点点。这间比较贵耶，真的，上次那间比较甜，但可能也是它东西加比较多嘛，就淡淡的也没有不好嘛。外面超凉的，我等一下想直接穿那件薄长袖出门，应该不会冷吧。冷吗？真的，但我直接穿薄长袖，因为我出门都还会走路，我就觉得好热啊。这是白酒蛤蜊意大利面。
台北还是带件外套？大家叫我带外套，完蛋，不知道穿什么外套。很多、啊。有比之前那间好吃吗？我好像比较喜欢之前那间。但这间也不会不好吃，还行。想问平衡会让食物变好吃的魔法吗？我不会。会让食物变好吃的魔法是那个吧，女仆咖啡厅的女仆。对，喊喊看吗？他们都喊什么、啊？我没去过。之类的。萌萌 Q， 萌萌。你说这样子吗？萌萌 Q 之类的，我问大家。然后加东西进去之类的，搅一搅，萌萌 Q。真的？你有去过吗？没有。有。去过日本的。哦。大家是不是很常去？抓到。这也要抓？你是给人家抓什么抓？你们是不是没有来看我的时候都去女仆咖啡厅？抓。我没有回到这首啦，这首很魔哎、欸。他自己会回到这一首。我也想吃一个菜。都给你好不好？好难吃哦。嗯。那我给你换，我给你换一口。不要。一口。不要。一口。一口可以。啊。不可以吃太大口。啊，你不可以吃太小口啊。因为这是我要吃到晚上。不会啊，这菜感觉不错啊。有小黄瓜，我还不蛮喜欢小黄瓜。你这味道蛮淡的。嗯，还行啊。我以为你会点凯撒，因为我比较喜欢凯撒。但我其实想要吃的是，我刚才不饿，但我现在好饿、哦。品涵可以去看看，很有趣，真的、哦。好啊，我下次去去看。那他会跟你说欢迎主人吗之类的？欢迎主人，大小姐。嗯，就啥嘛之类的。这是油醋是吗？嗯。你有想用凯撒的酱是比较胖？是比较胖，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凯撒。我也是。其实只在 YT 上看过女仆咖啡厅，谢谢月兔的找亮点。不会不好吃，蛮好吃的。那你多吃点，你知道撑到晚上吗？你多吃点好不好？嗯。再吃一口。哎，你啊，掉了。掉了一个。在哪？是在哪里啊？这里，你踩到了，掉了一个菜，标雷。切上去应该是欢迎回来，大小姐。看你吃感觉很好吃，我觉得很好吃啊。三串尴尬被品涵踩的菜，一下开放报名，不小心踩到了。大家想当
被品寒采的菜呢？给你。我想听点英文歌了。踩我。大家想当刚那片菜被我踩。我不喜欢吃小黄瓜。真的。品寒跟切晃谁做饭比较好吃？当然是切晃咯。品寒有看过 Mina 生写IG照吗？有啊，我看过。你们要说吗？因为我们都很瘦吧，身材有点像吧，就是那种这锁骨骨头很明显。可以做小黄瓜，它淤青就会变茄子了。这间面没有上次的多，对不对？因为上次可以加面。上次的比较好，以后早点订。品寒比较好吃吧？有加面？没有，我觉得它应该是还没开耶，太早了。是吗？但它应该是做中午吧。可是超大一口，直接没在顾形象。看我吃饭是好玩的吗？哎呦，大家都是我身边的人都跟我说，每次看我吃饭就觉得那东西很难吃，因为我没有吃的那个食物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看你吃饭是好饿。可是有些成员看他吃是真的好吃，所以我吃是普通，是不是？真普通的吃法。对啊，我要怎么吃的让食物看起来好吃啊？品寒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当然可以喽。等我先吞下这个，要有表情。旁边的马打手，你叫什么 ？Sorry。谢谢科技的浪漫玫瑰，好，我来帮小敏唱生日快乐歌，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耶，小敏。生日快乐！母羊做了吗？是吗？3月24号。今天22了，今天22吧。哦，你说他24，对对对，那应该母羊了吧？所以小敏很派，你不要惹他。母羊座，你不要惹小敏，超级刻板印象。生日快乐，耶！谢谢品寒，不客气。祝你今年顺顺利利，越来越漂亮可爱。这是女生都很想收到的愿望吧？越来越漂亮可爱。如果你的话，我就会祝你越来越瘦哦。谢谢好。谢谢吃货小敏的平安灯。不是有自创皮卡丘版本？哎，我创的是什么？祝你生日快乐，皮卡！祝你生日快乐，皮卡丘！祝你生日快乐，皮卡皮卡！祝你生日快乐，皮卡丘！是吗？我忘记了，应该差不多吧。你怎么有这种东西？耶、yeah, ，生日快乐了！上次创的我已经忘记了。好饿，好饿。你
想要听古典音乐，日文、韩文、中文、英文，哪一种？日文。感动一辈子，这么夸张吗？哎好，谢谢枯张的生日试验场。会不会太复古？不会，我喜欢。谢谢红包。谢谢 LWM 饭团，谢谢香港阿晴的告白气球。品涵吃面的样子怎么说呢？感觉很不会用叉子。对，我不太会用筷子，叉子还行啦。谢谢雪带包的平安灯。但我切牛排的时候也没有很会用刀叉。对。谢谢中宇的钟情玫瑰，谢谢特技宇的玩手礼。都会很想拿筷子吃，谢谢少女战士的爱的烟火，谢谢金耀的大龙虾，可以先说帮忙切好。那我又想要享受那种切牛排的乐趣，所以我每次都自己切，然后又切得很丑。谢谢阿元的浪漫玫瑰。谢谢博文的比心。谢谢世宏的浪漫玫瑰。味道真的比较淡呢、欸。有过自己手才可以施魔法。谢谢小米的浪漫玫瑰。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意大利面？你最喜欢什么的？青酱。青酱哦，九层塔是吗？但你不觉得酱的会很腻吗？很容易腻。我蛮喜欢的，但我也很喜欢青草。嗯。然后也喜欢，因为我什么都喜欢的。我蛮喜欢辣椒、蒜，然后青草的那一种。嗯，蒜头跟辣椒，白酱无敌，青酱、蒜香、青草、焗烤。我没有很喜欢吃焗烤。哎、欸，我超爱焗烤、欸。真的，白酱、辣椒、青草，我好像很少吃青酱哎、欸。我们那还有什么粉红酱？粉红酱我一直搞不清楚是什么、欸、粉红酱到底是什么、啊、松露蛮赞，松露我也爱。哦，松露很赞哎、欸。红酱加白酱调稠，嗯。粉红酱是
红酱加白酱。红酱是肉酱吗？对，番茄配奶油。我感觉很好吃，我比较少点。我没吃过粉红酱。清炒不错，但很容易踩，真的。很容易什么？踩雷。真的吗？就是味道不够的话，就是没味道。所以是番茄奶油，应该是吧？大家说是，我自己也没有吃过。原来红酱加白酱等于粉红酱，真的有一些意大利面餐厅会有粉红酱。但我没有点过，因为我没吃过，一直不敢点。做的好的很好吃，但是吃很快。你看现在吃这个面是面味道比较淡，还是这样子也淡淡？我觉得都淡淡的。你觉得？是不是？嗯，没什么味道。还是我们吃太咸？应该不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没有吃那么咸了。彩杰他们吃比较咸。嗯。DJ 耶，谢谢，不要再放建国路了，谢谢。你明明就很喜欢，李佳丽回去一定要狂练。对啊。但是我觉得他面很少，我一下就要吃完了耶。好吧。昨天 TP 有空看球幕的花絮，我还没看呢、欸，你们看了吗？他们说因为你刚刚吃了一口，所以面很少。嗯，乱讲。这首歌好耳熟，很像那种在 Skia 会放的歌，像不像？你有看过那个吗？北川景子，嗯，的那个一个篮球的片子，没有，那部叫什么名字？是 B C 啊，零秒出手啊，没看过哎。然后这首歌是那个 Beats 唱的，哦，零秒出手就是那个是三下智久，三下超可爱，你没看过，认真没看过，嗯，蛮好看的。他们说是 B 什么 Z， Beats, 嗯 ，B 什么 Z， 你已经把它念出来了。怎么越吃越饿？我也觉得，要不要再点一点东西啊？越吃越好。今天胃口很好，还是因为我昨天晚餐比较早吃，所以肚子比较空。
是第一餐，对。要不要再点东西啊？还是我们煮一碗泡面？但我想吃辣的。还是煮荞麦面？你吃腻了吗？嗯。但我不想再吃面了。那你想吃什么？算了。晚上就要吃饭，不要吃太多好了。也是。他说，觉得等吃完最后一口再说吧。这首哎，还是我们煮那个水煮蛋？好啊，好，常常吃到剩一口就吃不下。啊，你要几颗？我要一颗就好。看不到。真的快吃完了，很饿。最喜欢白酱吗？没有，我最喜欢蒜香清炒的那种，不然就是焗烤。告白切换，我爱你，工作顺利，注意工作手不要受伤。我等下跟他传达。是小英皇的御饭团。吃货小敏的浪漫玫瑰，为什么他面这么少？今天太饿了。免费加面吗？对，他没有加面。还是再去掠夺一下沙拉。
可以呀、啊。但有煮水煮蛋应该就好一点。等一下再吃个。谢谢阿元的比心。我找到一个食物。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想吃？泡菜豆腐是吗？对啊。为什么一点不想吃这样子？不要吃啦！都不要吃。泡菜可以。你不想吃豆腐、哦？为什么？好难得哦。可以吃啦，没有不吃。那你看起来没有很想吃。只是跟意大利面有点不搭的感觉。的确。好冰啊、哦！哦，对，而且豆腐有点变成豆腐冰了。酸。谢谢枯江的一封信。谢谢阿俊的早安抱抱。酸了，这组合跟意大利面好不搭，真的假的？真的好违和，你不吃沙拉了？不想吃。那给我。我今天胃口。那我们交换。我说豆腐。好。不要一脸就是。我以为你要跟我换面。不要一脸好像不要尝你食物一样。喜欢昆虫吗？应该没有人喜欢吧。我不喜欢动物，也不喜欢昆虫。我知道有一个人可能会喜欢昆虫，你猜谁？法法。嗯，对，法法有可能会喜欢昆虫。没了，那个汤汁是可以喝的吗？它很像浓汤哎。嗯，这汤可以喝。好像那个浓汤哦。还好这间今天这间没有太咸。Sorry， 按错了。好吧，
下。你要喝这个汤吗？不用，谢谢。它很像浓汤哎，你不喝一下吗？还是接受了嘛？你嘴巴抵不过身体吗？身体很诚实啊。嘴巴也是我身体的部分啊。在讲什么？对呀、啊。那我就接受这个沙拉咯。哦，有喝完汤有饱一点。我觉得沙拉很难吃哎。下次不点了，再见了。喝完汤有饱一点。这真的很淡，很像汤。你今天真的很冷，是吗？我平常也吃蛮多的吧。好像是。有人想问歌名是什么？宇宙人的你的样子。嗯嗯，是怎么样？请你重新介绍一次。宇宙人的你的样子，这首歌的名字。我喜欢那个给你我家钥匙那一句，你可以对彩杰唱。他说什么？想给你我家钥匙。想给你我家钥匙，你唱一下啊。给你我家钥匙。推推宇宙人跟木曜合作的《全世界只有你》那么奇怪。没听过哎，没听。嗯，是他，是哪一首啊？没听过。宇宙人木曜啊，他跟谁合作啊？木曜啊，不是木曜，不是每个人什么泱泱啦，你看我都知道，就是他们不是有，比如说跟每个人，我知道、啊，你知道，阿贝桑就有跟那个、啊、谁，那个、啊、谁，那个、啊、谁，旺福啊，哎呦，对不对？有在关注啦，各位，看不起我哈，那么大声哦，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没有啊，哎，怎么是蔡哥？竟然对了，那些阿华的浪漫，樱花，平衡正在线，我是真的知道。洋洋好可爱哦，哎，洋很可爱，很可爱。洋洋，我之前不是有去过木曜，就很喜欢洋洋，洋洋我女人都很好。不是看不起，是根本没看。嗯，这人也太多了吧？这六首合作，第二喜欢这首，真的、哦。那第一喜欢哪一首？第一喜欢哪一首？感觉宇宙人是比较仙，嗯之类的。为什么很多乐团很喜欢叫三个字啊？什么什么人，什么什么。例如，你除了宇宙人，还能讲出什么？告五人、茄子蛋啊。蛋有人吗？应该说茄子。不是，我说三个字啊。三个字，好，茄子蛋、还有谁？再来。我再听啊。然后再来。来 ，Imagine Dragon。你再算一次。Imagine Dragon， 这样算三个字。Imagine Dragon， 那根本就是照着你手指在动而已啊！还有呢？还有那个、啊，哪个啊？那个八三幺，
哦，好，再来。想不到了哦。可恶！谢谢香港阿奇的布。五五六六。五五六啊？洗发精吧？还真的是五六。明先生啊。好，明先生 ，OK， 你现在是在看留言吧？911啊。还有呢，守夜人啊，你不知道吧？是你不知道。FIR 啊。然后呢？然后，那个、啊。哪个？五五六六算三个字是不是？你再讲一次。五六六啊。五六。然后呢？再来。SHE 啊，苏打绿啊。哇，哎、欸，真的蛮多的，这样讲一讲。One Direction 啊 ，One Direction。你的第三指怎么那么长拍？再一次。One Direction The Puzzles。哎，再一次，算你了。The puzzles， 还有披萨。The pizzas。哦，验证了你的三字乐团说。现在要听什么？英文都过于勉强。是吗？是吗？你现在想要听什么？不是，还有一个跟茄子蛋很。类似的，也是三个字的，你一定知道。番茄蛋，太阳蛋。谁啊？你在乱讲哦。没有吗？太阳蛋哪有？有一个真的跟茄子蛋很像，然后他们曲风也很类似。真的啊？灭火器啦！啊！灭火器啦！什么太阳蛋？你这样乱说前辈啊！灭火器啦，对，很常听到这两个乐团，就是。有时候去一些那个音乐节什么的，很常会看到。灭火器很像茄子蛋吗？他们有很像吗？那可能就是那种台语，就是风格蛮像的吧，我觉得啊，还是因为他们很常在一起，就是名字出现在一起，所以就觉得他们像。还有对董事长乐团，算吧，算看啦，几个字？董事长啊，那种。但是董事长乐团。嗯，董事长，嗯对。啊、OK，OK、okay, okay。最后两个字算发音，不算一个字。OK。品寒家是不是灭火都丢茄子和蛋？你记不记得你每次都认不出我朋友？你朋友是茄子蛋的经纪人。他每次都跟你打招呼，然后他。然后我都认不出来。他就嗯，我都会。他是谁？然后我朋友就传讯息给我说，平安好像不知道我是谁。有，我现在很多次了，我现在认得出来了。青苹果乐园。小虎队，那算乐团吗？那比较算艺人了吧？乐团也是艺人啊，你说比较像偶像吧？跨年动力火车唱他们歌超好听。啊，动力火车来。动力火车，你要放建国路对不对？你乱说。你是不是应该来一首《浪子回头》？浪子回头，是吗？就这样。我只会这句啊。好，那我们听别的啦。几滴几滴几滴的酱，酒几杯几杯几杯的熬。熬，熬啊啊！是吗？焦啊？是哦。啊啊！焦席的焦不是啊？真的有，我以为是什么那个搭哎，好搭哪个搭？哦，是搭哦。酒几杯几杯几杯的搭。你刚才说啊，这很经典嘞。哦，狼人杀。你这个浪子感觉随地丢垃圾等级。这都可以拐狼人杀。哦啊，那我。我好像有饱了哎，不错哦。谢谢卡蜜的带我走。
很喜欢听东城卫音乐吗？东城卫是谁？没听过。东城卫是谁？听过吗？没有哎、欸，是跟终极一般那种有关系的吗？不知道。谢谢应承的掌声福利。恭喜你的水煮蛋呢？啊，对啊，煮了。哎、忘记了，忘记了。我好像吃不下了。哎，忘记了。就可以吃了。哎，还好他提醒我。是谁提醒的？阿华吗？嗯，是汪东城是不是？那我知道了，汪东城我就有听过，终极系列出来的。汪东城我知道，东城卫我不知道 ，Overcook 了。好像有饱了哎、欸。赞赞，蛋熟透了，但还好吧，水煮蛋煮过熟也不会怎么样啊。对啊，水煮蛋 overcook 没差。你有冲水吗？还没有，我让它在炉子上再烧水。放一下，因为电锅现在有人在用。面煎蛋，你听过 F4 飞轮海183 Club 吗？听过啊 ，F4 听过， 183 Club 没听过。183就是王少伟啊，明道啊。啊是啊，这我不知道。祝凡刚啊，祝凡刚谁？啊，年代啊年代。谢谢夜兔的 Kiki 做你的喵，哎、欸，我的这个沙拉吃不起来了。我吃鸟吧，拜托。交给你了，不要，这是你的午餐哎、欸，你要不可以浪费哦。天哪，代沟，品涵太年轻了。好啦，我再吃一下。好，你再吃三口，好不好？它里面有橄榄，是橄榄吗？是橄榄树。哎、欸，橄榄它、啊、长了一棵树，就变橄榄树，好像吗？哦、你感染了橄榄，你有感染力，你现在有感染力哦。你猜这什么歌 ？The Parlors， 无关翅膀。你怎么知道？我听很多次，好不好？那个前奏我一听就知道了，拜托，我是谁 ？The Puzzles 的粉丝哎，专业。那你猜现在谁在唱歌？我朋友李佳丽。确定？这句是吗？是，这句是小晴，上一句是佳丽。堂堂顶点。这么巧，我也是 The Puzzles 的粉丝。这就是尹佳玉，这就是小晴。好巧，我也是粉丝。大家都是粉丝。品涵，好，那我要听别首了。嗯，猜歌，猜歌。哦，啊，没有，这我就单纯想听。嗯，这首你应该不知道，是一个叫做 Radiohead 的 Creep。我听过。请介绍。Radiohead 的。是 Radio Creep， 是 Radiohead 的 Creep。Radiohead 的 Creep。你要那种讲得很 chill， 然后很像 DJ 啊。就是现在为你播出的是 Radiohead 的 Creep。然后你要这样，你要再调一点。没有，他要渐大，渐大声啊。你要先小声。现在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 Radiohead 的 Creep。对对对对对，这样才有那个电台的感觉。
你用 Hello 平的说法试试。Hello 平，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 Radiohead 的 Creep。还会忘记啊，立刻。我吃够多了吧？盖里，后面黑胶是不是有一张是 Radiohead？真的吗？他们说后面黑胶有一张是 Radiohead 的，哪一张？有吗？哪一张？这张绿色的是 Edie Sherman。对。然后其他我不知道。这是我贴的。哎、欸，我吃够多了吧？这给你啊。没有吧？我吃够多。是同一张啊。哎、欸，你入镜了啦。哦，对不起。没有啦。他说中下那一张不是吗？不是哦，是吗？中下这张。黑色的那个，它不是吧？怎么记得这张是一个什么？那不是，不是哦，你怎么把它摘下来了？因为我只是把它拉出来的。哦，吓死！我想说，我好不容易贴好。这张应该不是，这好像是一个，这应该是只有音乐，就没有人声。嗯，应该了。你还快用大头挡住切换。哎，我那个菜吃量够多了吧？我看一下。可以。我有饱了耶，有饱了。吹个口红。其实我今天直播也很快耶。我们来听别的。那是贝贝，对，这是贝贝，是我的宝贝小贝贝。我有宝，那我们来听一首华语歌。好，谁的？陈绮贞、卢广仲，确定？陈绮贞，只能决定一个答案，你要按下那个确认。陈绮贞，那我们来看是不是？谢谢柯基宇的浪漫玫瑰。来，绮贞的声音要来喽。谢谢乌麦的金星对你的喵。是广仲啊？是广仲。可恶。起真的声音长这样啊，喝到要一杯酒。那我刚刚有一度答对啊，一度。谢谢杨明给到的一封信，谢谢乌麦的浪漫樱花。综艺节目就怕会掉下球池，真的哎，我就会掉下去，我就会隐恨哎。对啊。每当我背着星空，抱着地球，发现自己其实最懦弱，不敢说。谢谢乌云的浪漫玫瑰。好，今天直播时间差不多了，对，因为我待会要早五分钟关播。这样才来得及。那我要先来念个排名喽。谢谢周颖的钟情玫瑰，谢谢杨明葛昭的梦幻泡泡，耶！啦啦啦啦，晚点那个一家会来吗？
我不确定。不确定，小青也不确定。我们晚上有约吃饭，跟小青一家吃饭。还有李丽丽，可惜彩杰不行，他有事。谢谢吃货小米的浪漫玫瑰。因为我这前阵子就突然跟一家小青说，好像很久没跟你们一起吃饭，想约你们一起吃饭，然后就约了今天。对，终于，谢谢一晨的浪漫花，果然还是有力。这个组合可以章鱼二代哦。一家很爽哎。那我先来念排名了哟。那我帮你播其他歌。什么歌？这一首。好熟哦。就是刚才播过的啊，但你知道什么吗？你的样子。陈绮贞，一二三四五六七，是不是很适合？第十名，杨明九九恩。第九，吃货小米，生日快乐。第八，李真。第七，雪代吧。五六七，雪代吧，恭喜。第六 ，Darken。一二三四五六 ，Darken。OK。第五，浮云。一二三四五，拨云，恭喜！第四，香港阿奇，一二三四，阿奇，来喽！一二三四，阿奇，第三，钟莹，他说数到三要说啦啦啦，哎，钟莹啦啦啦，一二三，钟莹。第二金耀，第一志宏，恭喜志宏、金耀还有钟莹可以指定啦。谢谢 CTP 棒抢的浪漫玫瑰。通过动态广场归属主播只为与你相遇，我的只有一要怎么念，大家就要去看那个新上片的幕后花絮球场，对，好像昨天上了。大家可以开始指定啦。哎，是什么乐团？苏打绿啊，这声音很好认啊，这是清风的声音吗？看品寒花球，谢谢黑杰克的浪漫玫瑰，谢谢 LW 的浪漫樱花。第二瓶还丢不到，他丢到隔壁捕手。指定的哟。谢谢苏建成的御饭团。沈建宏你好，指定刚刚的广仲再来一首广仲的歌。Hello 张宝拉，你还下次还要当开球来宾吗？要。你会说什么？要会。哎呦。修来修去，修来修去要。
那你的水拿走。今天眼睛怎么？我今天眼睛很正常，只是没有戴放大片而已。我今天眼睛有怎么了吗？我今天眼睛很正常哎。我只是没有戴隐形眼镜。沈建宏不是艺人吗 ？Hello。的追求是不是缺少了什么？拿到乌克丽丽的眼镜，生活风平浪静。打开了窗户，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看鱼仔在遐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我对你游来游去，游来游去，这几道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在香港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到半暝，希望月光带你回来阮身边。我会吧，谢谢指定。谢谢一晨的浪漫樱花，谢谢黑姐开的掌声鼓励，耶！小芋头姐姐带动唱。如果你也变成了氧气，谢谢初小米的掌声鼓励。还有谁要指定吗？我需要你，需要你，需要你陪伴我，好想要你，想要你，想要你陪着我。咬你，咬你哦，好像也蛮性感的啊。想来想去，品涵会捏泥巴吗？指定品涵早安闹铃。谢谢变成新鲜灵魂的掌声鼓励，小雨桐，早安闹铃哦。录音有被老师夸奖过吗？有被说那个咬字有越来越好。早安闹铃，好。中影中影，扣扣扣。吃早餐咯，起床起床，走，我们一起去吃早餐吧。钟莹，早安陈之美，送你一首陈之美。我觉得你是早安陈之内。嗯，你为什么欺负我？早安陈之美，快点。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谢谢品涵不客气，庄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陈之内要下巴像才行，超坏。早安，陈之内。早安呐、啊，大家。吹口哨，我不会吹口哨哎、欸，我是真的不会。准备来了。我不会吹口哨。陈之内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变台歌了吧？不是那个台歌，是你这一台的台歌。台歌，不是台公公的那个台歌。侧脸豆豆先生，这里吗？豆豆。还有谁没指定吗？紫红对吧？紫红琴。指定啦，台歌。台歌的台歌，志宏要指定什么吗？
什么？志宏想不到指定。啊，想不到。那他有没有喜欢的歌手或乐团？我唱一首歌给你。来，选一个。你选一首歌。或者选一个乐团，什么都可以。对，嗯，我应该都会唱啦。嗯哼，突然有自信了。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他们说浪，金佑说浪子回头。志宏，我问的是志宏。你是不是不想唱浪子回头啊？莫名自信，我问的是志宏。很怕他等一下就是指定了。有想要哪一首歌吗？他有没有喜欢的团体？除了 TP。怕被搞事。对呀、啊、对呀、啊。我知道你唱 Enemy 那一首。奥奥数。有人看奥数吗？我差点说成奥运。奥数啦。Arkan。来呀、啊、来呀、啊。Arkan 啊。来 Enemy。Who are your enemy? 我需要歌词。好。可是我前面不会唱。但是我会。就拉拉拉过去了啦。啦啦Tell you you're the great, but once your turn they hate us. All the misery, everybody wants to be my enemy. Spare the sympathy, everybody wants to be my enemy. A A A.是不是有 feel 哈？还不错哈，自己我只渴求认同，渴求认同啊，有哈，他们说有，好像有点厉害，高音有哈、嗯。我觉得你要练前面那个 rap 的部分。嗯。Tell you you're the greatest.Everybody want to be my enemy. Spare the sympathy. Everybody want to be my enemy. A A A. 好喜欢这首，怎么那么好听啊？谢谢志宏的指定，耶！希望大家喜欢我唱这一首 Enemy。谢谢命的掌声鼓励，谢谢树枝酱、新鲜菜草。那我差不多要下播了哟，各位。周五见，对，下一次直播是周五，周五见啦！谢谢林果的掌声鼓励。哎，这段超难的。Enemy, feel the sympathy. Everybody want to be.My enemy, all the misery. Everybody want to be my enemy. 这首真的好喜欢哦！谢谢包子的掌声鼓励。抱歉残害大家的耳朵了。Sorry, I'm so sorry. 你是大家的 enemy. 对，我是你们的 enemy. 我的歌声是你们的 enemy, 是你们耳朵的 enemy. I'm so sorry. 那就周五见咯，各位，拜拜，耶！建国路，拜啦！小敏生日快乐咯，卡卡你很可爱哦，卡卡可爱 ，Hello 卡卡，拜拜啊！天亮啦。